down. What?试试，哎，你跟他一般劲是干啥呀？走走走，咱哥俩在门口浪会儿去。在门口等我一会儿啊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在门口等我啊！你刚才不会真的想动手吧？跟这种人犯不上。对，你早上见到这个了吗？东西收到了吗？嗯。 好了，我先走了，不说了，晚上见。我跟你说有好事啊。 风口镇发电厂的铃声响起了，每个人的脸上根本看不到一丝的兴奋，倦容刻入了深深的皱纹之中。工作显然占据了每天大部分的时间，没人清楚这种日子的尽头是什么，好像人们也不关心尽头的那一日。 直到死去，或许才是终点。青筋迢迢抱起，李子汗水浸透了工服。每个人缓慢地穿过铁门，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自己的蚁穴。聪明人宣称。 这里是自由的国度，因为自由是法治社会、人权体制下的产物；而宗教，则总以人希望、人云亦云地将希望扭曲变形、放大，进而成了形而上的谬论，精神的枷锁，牢牢困住每一个撬动人的欲。他们不可以选择。 他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从没有真正活起来的生活。总有人想与神比肩，对于后人的影响，则必须将他的信仰嫁接给你，哪怕是歪曲的，但这就是正确的。他在平安夜用欧洲工艺品级的鹅毛软笔勾画着自己的丰功伟绩，他也在镌刻着他的思想。 传给疯狗镇，乃至更多的门徒。嗯，哎，马三，嗯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过来，快过来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哎，这是。 看见没？这可是上等货。夜莺和风，哪来的？哥们儿搞到的呗。
还能哪来的？你要让我来呀，谁他妈不愿意来呀？哪个犊子才不愿意来呀？啊啊啊！嘿，铁蛋儿，刚才没事吧？靠，叫谁铁蛋儿呢？给，这可是个美差，东西搞回来，咱只要留一点就能赚一大笔。哎，硬货可别乱动，明白吗？靠谱。爱信不信，自己去市场上扫听扫听就知道了。谢了啊，铁蛋。好的，就是这样。铁蛋应该没骗我，市面上确实流出一些紧俏货。啊，这盒烟就是从黑社老六那儿搞到的。夜云和风，你这哪来的？克拉克给的。克拉克给的？对，这铁渣给的纸条，难道说这就是克拉克想要的货？算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哎，不如咱们今晚顺手打个猎。防卫命运的，恰恰是那些你搞不明白的变数。就是这些变数引导你内心深处的欲望，躯壳之下不应该只是血肉，还应该存在一种最原始的冲动。阿三，怎么样啊？不行，这事应该没那么简单。这单子上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普通的玩意儿，还有这些含糊不清的东西。你我都清楚，疯狗镇的水有多深。我劝你还是别掺和这些事儿。喂，马三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这么大的一个馅饼摆在眼前，你都不要啊？马三，我去，生存的目的就应该是抹掉那些虚头巴脑的变数，来看清现实。羊腿上的肉可比泥土里的草根美味多了，你说是吧？有家伙吗？来，我给你看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怎么样？噔噔噔，一切准备妥当。就这些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复合弓啊，你没见过吗？哎，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，简直是胡闹。哎，等，哎呀，你别急嘛，哥们儿，我还给你准备了绝招呢。那。哎，这下满意了吧？可是，好了，是兄弟就没有问题啊。有什么咱们路上再说。哎，我们必须在赶在4点钟之前回来。哎，别犹豫了，上车。那你打算怎么出城？没有准许，警卫是不会放我们出去的。你就放心吧，都打点好喽。出了城，换你开。这破车我还真开不惯，出发喽！山副大人，看呐，科长，生命让境遇变得如此相似。如今，在我的人徒里面，也有了叛徒。好吧，今夜会有鬼偷偷出城，谁指使他们，谁就是牛大。退下吧。是，山副大人。
事儿吧？一会儿回去咱们再喝点。好啊。对了，底下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吧？没问题，放心吧。花虎派在咱们队里的眼线也借着这次外出给处理掉了。我就问问。绝对没问题，放心。你有没有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？咱们这趟出来是不是也太顺利了？嗨，有啥不对劲儿啊？大哥，今天晚上是平安夜，大人物们都纸醉金迷，小人物们也自然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喽。正经点，好好说话。那这就是大人物要的小东西，只要咱们搞定清单上的物品，其余的都归咱俩。发达了，咱俩这次啊！把手拿开。车不要瞎胡闹！对，放松点啊，咱俩放松点啊！这今天可是平安夜，平安夜一定会平安的。这样唱首歌，我让我们大家一起放松放松，好吧？啊，来来来，我唱，走，我唱什么呢？一条大路哟，通呀通我家，我家住在哟两呀两山下，山下哎，走，倒回去，桌子。哎，这，对，坐，你说你这一天天的能不能有点正形啊？哎，你别紧张，马三，放松，没事。这么多丧尸堵着正门，这没法进。来，山人自有妙计。快上车。你不会说直走吧？说什么呢？我的导航显示，这附近应该还有一个秘密的小入口。慢点，好，停。我去检查一下啊，你等。把车倒过来，倒过来。真够深的。
来吧，伙计，让我们速战速决。好，可以了。嗯，要不我先下。我去。开枪啊，不就两个吗？崩了不就完了？不行，枪声会吸引更多的丧尸，不能开枪。哎，那我来，这还不简单？让哥们来给你试试这个。哎，你好了，来吧，拜拜喽。师傅，啊，我再来，看这次的啊！我操！哎呦！哎呀！瞧把你能耐的啊！你先把我放下去，等我信号你再顺梯子下来。好嘞，明白。哎呀，幸好我不是女人，不然非爱上你不可。安全，下来吧。好，来了。